这个是三联老人院直粮啊，杭州新的楼层，下面这里是念佛堂，正在如火如荼的建造，所以这边它需要到那个闭路电视，在这边楼下，这里是给大家念佛的，这个是念佛堂的大厅。这里有一个 DJ room，就是说播音室。OK，然后现在石膏板呢，aircon 正在，石膏板已经弄好了，aircon 正在安装。接下来这边要拉这个 CCTV 的wiring 了。这个地方都是在赶工，是非常大的一个新的项目。然后这里应该会不少的 camera 了。然后我们上去看楼上。我们从旧的楼层上去，这个是上次做过做好了的，现在我们上去一楼，这边是老人院，这边是男的。男性老人院，然后这边通新的楼层。